修，诸位同学，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方丈，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啊，人无信则不立。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信，就不能生存，不能立足于社会。古时候非常重信，现在啊，现在要签约，要白纸黑字啊，要签合约啊，要有这个文字啊做凭证。过去古时候没有，没有就是一句话，就是说啊，说出来的话一定做到啊，如果做不到不说，说了一定做到。但是现在啊，不行了。从前的社会非常重信，言而无信，那是莫大的耻辱。那么外国啊，像这个美国，完全是法治的国家，他信用摆在第一，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啊，他们人民一般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贷款，他们都是用贷款。那么你没有信用的话，你就贷不到钱，贷不到钱，那你的生活就非常困难。所以这个卡叫信用卡，信用卡要有信用，没有信用的时候，你这个生存就非常困难了。那么现在啊，都是资本社会，所以信用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财富都重要。没有钱没有关系，没有信用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善的口业得到的果报呢，就是社会大众对你的信任。那么义的三业，义的三业呢，就是不贪不嗔不痴。这个在果德上来讲呢，你会得到心地的清净自在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贪嗔痴这三样东西啊，叫做根本烦恼啊，你这个东西没有了，烦恼断掉了。烦恼断掉，烦恼没有了，当然心安理得。所以这是人天之福，人天的福报。那么我们在人天啊这两道当中，要想得圆满的福报，那你认真修第一福啊，这四句你一定可以得到，你一定得到。
佛专门为我们讲解这个十善，有一部经叫做《十善业道经》。《十善业道经》就是本经三福末后这一句，修十善业，它这个详细的说明。那么这是三福，第一福人天福，第二呢，第二福就是讲的小乘的福德。小乘的福德啊，有三句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诸位同修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必须细心去体会。学佛不容易，学佛有成就更不容易。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佛法建立在人天福德的基础上。我们今天讲受三规，三规是建立在孝亲、尊师、慈心、慈善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如果你没有这些，那么这个三规啊，纵然给你受了，你去受持这个三规，你所受的假的，你得不到真正的利益。你所受的只是形式，只是一个外表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基础。譬如给你一杯甘露水，那么你只有用手去捧不行，你拿不到，你一定要拿一个杯子来盛。前面的这个第一福人天福德，就是盛甘露的杯子，你没有你就装不了甘露。这是许许多多的人不明了而疏忽掉了。所以虽然发心学佛学了很多年，都没有成就，依旧是茫茫然。原因都在这几句上。所以受持三规，受是接受，持是接受之后要保持，永远不能失掉。三规，这个三规是我们修行的纲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学佛了，如果有人来问你，你学佛学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呢，总要能答得出来。三规就是我们所修学的。三规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什么是佛？什么是法？什么是僧？如果你不清楚，甚至误会了，那这个问题就大了。
佛是什么？这个一般人认为啊，佛桌上的佛像，这是佛。法呢？法是经书，僧是出家人，剃了头的人，那这样就完了。这个俗话常讲的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那你要依靠他，怎么靠得住？泥塑木雕的这个佛怎么靠？经典也靠不住。过去大陆红卫兵那个时代，所有的经典都烧掉了，都烧光了，也保不住，怎么能保佑你呢？所以一定要晓得佛教给我们的三规，这个授就是传授，是教我们皈依自性三宝。自性就是自心本性，自性三宝不是外面的三宝。所以佛法称为内学，然后在印度呢称为内明。佛法是向心性里面求的，不是向外求。向外求呢就叫做外道，外道在佛法的定义叫做心外求法。那么过去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，他老人家唯恐受受三规啊，怕大家误会，怕大家误解，所以他不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是这样说法，怕大家误会。因为佛法僧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那他老人家是说这三句话的意思，他把佛法僧这三种呢，它的意义意思说出来，所以他传授三规，他叫人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觉正净，这个觉正净我们听起来就不会误会了。然后他老人家给我们解释，佛者觉也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而不迷。法者正也，正知正见，僧者净也，清净不染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是这个意思。归，归是回头回归，依就是依靠。我们今天学佛是什么？佛是觉的意思，我今天开始要学觉悟了，我不再迷惑了，学佛是这个意思。现在许许多多人啊，对学佛这两个字没有弄清楚，没有弄清楚，他不会学佛，不肯学佛，反对学佛。如果我们换一句话来说，
你要不要觉悟？觉悟如果不懂，那我们再换一句话说，你要不要明白？不明白，那不就是糊里糊涂吗？每个人都要明白，每个人都要觉悟，那就对了。学明白，学觉悟，就是学佛。印度话叫佛，我们中文叫觉悟。所以从糊里糊涂，从迷惑，从颠倒，回过头来，这叫回归。回过头来，依靠觉悟，依靠明了，这叫皈依佛。如果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，清清楚楚的明了了，那哪一个人会不学佛呢？他如果说不学佛，那岂不是要被人笑话吗？你不想明白，你希望糊里糊涂，那就不被人家笑吗？所以佛法绝对不是迷信，都是在这当中产生了许多的误会，没有弄清楚。那么法皈依法，法就是正知正见，简单的讲就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。你的思想见解没有错误，这叫正知正见，这叫法，这叫皈依法。佛教给我们从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回过头来，依靠正确的想法、正确的看法，这叫皈依法。第三，皈依僧，僧就是清净，清净的意思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从一切染污回头，依清净心，这叫皈依僧。那所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佛教给我们就从这里学起。学佛一入门，守三皈，从这里学。佛法僧就是觉正境，我们学佛就是学觉、学正、学净，这就是佛教导我们的。那么觉正净修到圆满了，就叫成佛。那你开始学这个，这在大乘佛法里面讲，那就是菩萨了，初发心的菩萨。那么修到圆满，菩萨圆满就是成佛。所以佛法无论大乘小乘，修什么呢？修觉正境，这个我们都要清楚。那么用什么方法修呢？那方法就太多了。那所谓的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就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方法门径太多了，这许许多多方法
修什么呢？通通修的是觉正境。所以佛门里面才说，法门平等，殊途同归。学的方法很多，不一样，但是所修的方向、目标都一样，都是修觉正境。那我们念佛的人啊，我们念佛的人呢，那就是借着弥陀名号，气念、意念、净土庄严，修觉正境。那么宗门就禅宗，禅宗呢用参究的方法修觉正境。教下呢用读诵大乘的方法修觉正境。密宗用持咒三密相应的方法修觉正境。都是一样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老师把佛法最高的修导啊，修学的指导方针传授给我们了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精进努力，好，这就叫受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念念都是向觉正境，向着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去努力，这就是佛的意思，这才叫做受持三规。所以三规总而言之，佛是觉而不迷，法是正而不邪，僧是静而不染。佛法所修的就是这个。那我们现在要问了，什么标准才叫做觉？光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，传承依循十三祖印光大师敦伦敬奋信愿念佛之延续，客尊导师上敬下高老和尚，其弟子上部下广住持之弘法道场。本会会训一，讲经弘法，净化人心；二，持名念佛，当身成就；三，兴办文化慈善佛事，以利道德而善风俗。古德云：“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”之理念，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。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，沉云观音之圣地。愿景续建如佛讲堂、长照中心、有机农场等，引导大家修心养性，内而佛，外而儒之修学方向，引逗善因，未来还有个无有众苦、但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。
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至诚敬邀十方坛月大德踊跃发心护持，福慧双修，共同完成千秋盛举，功不唐捐。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护持账号邮政划拨账号2270-3000。